哦，你大回旋还没有踢到哦，试试看大回旋能够踢到，勾踢一样要踢到。哎，对对对对哦，对，这样就很好，不是为了要踢勾踢，大回旋没有踢到。哎，来，你再试试看，等一下你再试一试来。大回旋右腰转过来，转过来一点，再勾踢，转过来一点，没有腰要转过来，整个身体转过来。哦，你身体没有转过来，身体转过来。好，再一次来。好，转过来，你没有，先转过来这边再勾，你再试试看来。好，身体转过来，转到这边来，再转再转，好勾。哎，对，这样懂吗？好，再一次来。对，这样不是就再一次来，好，但脚不要放下来，试试看。哎，对，你身体要转过来再踢，哦，你已经先踢再转就不对了，哦，好来。对哦，很好哦。对，哦，没关系，我想办法去踢到。踢把牌就没有那么简单。好，现在试试看哦，大回旋后回旋哦，大回旋转身后回旋，转身后回旋。来，转过来后回旋，对对对，用左把就好，来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你后面一点三次哦，对哦，那你也可以换你的右把，也可以哦，有，反正有三次机会，看你自己。哎，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哦，好，快点来。不要浪费人家时间。来，对，转身后回旋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哦，距离抓好就好了。哎，对哦，不错啊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对哦。哎，对，很好哦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哦。好，转头，头先看靶，另外一边头串，头看头看靶，转过来头看靶，好，脚勾上来，哎，对，啊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啊，懂吗？很轻松，没有踩到这边来，对，好，头转头，好勾，哎，对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哦。对啊，没有错啊，转头勾。哎，对。